啊，恁准备定是要回去呢？看牌情形啦。啊，若必要时阵，我会叫恁二姐夫先带湘云甲湘春回去啦。啊，因两个啊，都还佫读书嘞。啊，我甲湘吼，会去留落几工陪阿爸啦。我无法度呢，我囝还是细汉着，阮大家要顾伊，搁要顾伊真严。不要紧啦，啊若无，你着先回去啦。啊，先将伊找你，你来回来就好啊啦。这菜盘去，啊，孙仔看阿爸起来未？好啊好啊，收收诶。去，湘春，去叫恁阿爸甲姨丈来吃饭。哦。阿爸。阿爸。阿爸，无你放银袋呢？唔对啊，一透早就走去对啊呢。对哦。哎，什么精神遐尔差着？我唔知出什么代志无？等下紧来找看麦。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阿姐啊，中毒啦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切有无啦？我要是送去公园啦啦，你还是看麦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家里安尼，小春啊，啊你个弟弟你也顾好，我来请阿公嘿。哦，小春啊，平常咱去分头来切看麦啊。哦，阿乖啊。我未到啊！阿爸，阿嫂，你看到阿爸无啊？我看到。哎，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你倒位啦！阿爸，哎呦，阿爸，阿爸，我来说你看阮阿爸无？哎，上去对，阿爸，哎，小太妹啦，太险了，太险！阿公无去啊，阿母去找伊。阿公无去啊。湘春啊，你哪公回来未？阿妹啊，阿姐啊，阿爸是安怎啦？啊，就一透早就找无啦，唔知走去倒位，我四界拢找无啦，我强要急死啊，你唔知怎？我安尼，我找你来找看卖啦。好，快紧嘞！哎，弟弟妹妹过好嘞。弟兄们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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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疼？你疼哪里了？弟兄们，干！没事了，大弟。弟兄们，大弟啊！你饶我一命啊！无啦，弟兄们啊，你精神一下啦！弟兄们啊！你休息时拢去什么所在啦？就是咧厝，就是去学校啊，啊，若无咧养病的啊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我四界拢找你无，我要烦恼死啊！伫咱较早定去的，伫海边啊。哦，多谢。阿姐，我先带阿爸来转啦。阿爸，你哪转去？啊，较细腻的。阿母。阿母伫厝的啦，咱转来找阿母哈。阿爸。
搁等下啦，我喊你做阵回来啦。我想甲你讲几句话，你莫伤过伤心，你都要保重呢。我知影啦，多谢你吼，多谢你昨昏一直陪阮送到墓地啦。这应该啊，你应该袂遐紧就转高雄吼。应该袂啦。咱明仔载补，敢毋通伫海边见面？明仔载补四点，咱遐见面好无？都已经答应要搬去台北大，你还阁唔肯答应？我甲你保证啦，若来台北大吼，一定比较较舒适的。这我知影啦。好啦，囝甲媳妇拢有这个孝心，一直咧甲你苦劝，你哪样哩固执的？唔是讲我伫咧固执啦，安尼规个家要搬去外围的所在吼，就敢若一丛树啊，连根甲掰起来要去种咧别位啦。啊，这水土若是袂好吼，去伤到这树仔根啦。规张就死了了啦！呸呸呸！你过年啊讲这啰话，啊你转来啊，紧食饭。啊你是走去倒去？你这个时阵才转来？无啊，我著四处看看，拢也无啥进步。啊你少年人著拢常常要向外口要发展啦，当然嘛进步较慢。心若无在这个所在吼，就无外较大啦。阿爸，大凤的心哦是一直拢留伫遮呢。嗯。我意思是讲吼，大凤时时刻刻吼，拢足挂念阿爸甲阿母的。对啊，我嘛上介意食阿母煮的菜啊。啊，到迄阵时你也来佚佗呢，台叔留你食啊。好啦好啦，来，吃，吃。无用啦，无客气，无客气。哎呦，嘿，无用啦。用啦，我甲你无在讲。我已经听到啦，你好好看啦。行啦，哈哈，啊，若无哦，我就无必要讲这急的，你讲这急的对无？行啦，啊，你留下好照顾阿爸啦。哦，喂，我过年时再来吃面啦哦。哎，有当时哦，查某人的想法跟咱查甫人无共。是啦。欸，啊，你较常联络袂啦，哈？好啦，吼，好好好。阿姐啊，阿姐，我今仔阁毋知影你甲大凤遐代志哦。今仔毋知影，我从来也毋问过啊。阿姐啊，啊，你今仔看到大凤遐，感觉尴尬？尴尬？那有啥尴尬？嗯，啊！你刚刚当作啥话？伊来甲我骗啊？我哪着骗你？咱个人拢结婚遐侪年啊，我嘛拢有家己的生活，是要用安怎啦？我看哦，大凤遐毋是安尼想哦。
阿爸，你是不是在下面？恁老母，恁老母来找我。袂啦，你唔通乌白想啦，你是不是在下面啦？恁老母，迄怪哦，怪我讲互恁走，恁拢无精灵，无精到头七，恁拢一分不留。阿妹仔因着囡仔来照顾，啊，着袂用无赶转去啊。啊，我毋是讲过啊，我会留咧厝内底照料啊。啊，因个囡仔着遐细汉，要红婴仔咧，爱转去照顾啦。你，因拢走。嘿呐。唉，你真是走，真是拢走。啊，时代无同啊，唉。我看你老母哦，也骂人了，啊，啊！阿爸，老母白想啦，你好好困啦。你唔通再怪阿爸啦，你让伊好好睏好，请你原谅查某囝不好啦。也毋过你嘛知影，即马阮大家拢是为着生活咧外地打拼。我相信你嘛希望阮的日子能过得较好一点嘛，对唔？原谅我对你的怨叹啊！其实，日子搁再安那苦，我嘛拢有经过啊。我起码就干那希望，你能保庇阮大家，让大家会用虽然行虽然应该行的路啦。在睏啊，啊，着昨暝吼，做恶梦梦几暝，啊，今日精神拢足差的啦。来啦，遐菜我来洗啦，啊，上好我来抓啦，你会当安心啊去海边啊？免啦，我不爱去啊。祥总，啊，你不是答应伊？我无想要搁你遐麻烦啊啦。安尼嘛好啦，我搁在想讲吼，啊，恁见面搁同我讲啥物？安尼哦，较袂遐复杂啦。对啦，我甲爸炸鸡汤来，啊无我烫烫的，难免烫我爸食。大红伯，大红伯，你看，你送给我的娃娃，我足介意哦。真实的哦。嗯。啊，你哪知影是我送你的？阿母甲我讲的，大红伯多谢你。你若喜欢就好了，啊！你的囝真乖，又真巧，我嘛最喜欢戴红杯啊！小虎啊，你来紧嘞，把菜摕去给三姨啊，紧嘞！好。啊，菜真好诶！大娘，你回来啊？嗯。
来来来，双双乖哈，奶奶照顾他，奶奶照他哈，来乖。你的女儿，跟你小孩时真像，我还记得。我小孩时生了什么款，我已经忘记了。你若无遐惊，我只想要知影你高阳的情形。也还得过啦。在厝外打拼的人，毋是拢差不多。伊顾你目睭。你去台北一定发展了搁较好吼。搁较无用，也毋是为着要叫阮阿爸母去台北吼。我已经肯定真久啊，我若无到即马袂答应。阿王贵意思是，你好无？你应该去甲你生一个后生啦。阮阿母嘛一直着急，不过一直拢无消息。那安尼哦，你就应该去听一下嘛。告诉你阿爸甲阿母，若是答应甲你搬去台北，你是毋是袂转来庄下来啊？所以我想要知影你高雄的住址啊，我也是常常去高雄的啊。你陪我去看恁。毋是啦，我喺高雄的厝是共细，我可能会搬厝啦。阿母。我到台北的住址留予你，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也是搬厝啊，拢先甲我讲，甲我通知。你吃了真侪苦，我的手本来就是这尔粗的啦，顶多是你的手变较少油的，一点仔拢无像咱在地人的手。我一直真爱咱在地人手，虽然较粗淡薄，啊，不过实实在在。阿母，大姨不要让我出来。大红伯啊，我甲阿母过完年才会转去高雄，我会用个搁找你佚佗无？当然用个啊，我们先过年过节才会回台北。有时间吼，再来找你佚佗，好不好？好。安尼刚好，我那不才过新年，安尼对你无好啦。不要紧啦，我无禁忌，我想来走。再见吼。大红伯，再见。嗯，乖，再见。